博士，这本古文里记载着1000万年前，胡狼两族，狼为臣，胡为王，和平相处了几世纪。但是就在胡族君王想带领子民移居到其他星球的时候，狼军叛变，引发了战争，破坏了长久以来的和平。后来，狼族领袖被胡族君王封印在地球上，经历过千万个暗无天日的日子。 教授，我最近研究星象，发现一颗代表邪恶势力的星突然亮了起来。我怀疑，狼族领袖狼将军正在突破封印。你们的意思是，狼族的领袖偷走了我们的星璇？我觉得可能性很高。星璇是胡族圣物，狼族的目的如果是为了复仇，一定得拿到7片星璇才能够解除封印。 我看完星星之后，我就更想家了。今天晚上我是睡不着了，要不你陪陪我？早知道是这样的话，我还不如不带你看。没关系，反正我也睡不着，看电视吧。我不想看电视，我想看这个《解禁美少女》。 我觉得呢，它讲的就是一个美少女被封印之后的故事，这跟我好像啊。跟你，不像。而且像这种爱情动作片，我已经很久没看过了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个是成才主演的，你要看吗？看电视。那如果我看着看着就睡着了，怎么办？没关系，睡着就睡着吧。可是你说过，人狐殊途。 对，人与兽呢是绝对不可能的，但是人和动物有一种关系，是主人与宠物的关系，像猫啊、狗啊什么的，都可以跟主人睡在一起，所以你不要在意。那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的意思是我是宠物？不然呢？ 睡吧，没关系，有我在。会是谁啊？刘烨，快去！哎，谁啊？小蝶不见了。 小蝶不见之后，我觉得我们2个人也可能是目标之一。坏人可能就在我们身边，还是要小心为妙。对了，上次找星璇的时候，有一个疯女人突然攻击我跟周鲁一，我觉得这件事情跟郎将军绝对脱不了关系。幸好没有打到我英俊帅气的脸，不然你要万千少女怎么办？交出心血！小心！是不是你抓走小蝶的？什么蝶？我不知道。 原来狐族公主专爱干偷鸡摸狗的事，有种！ 就正大光明的出来跟我打一场！狐族公主，只有你们狼族才会做偷鸡摸狗的事。别跟他废话，快把慕容蝶交出来！时间暂停。 时光操控仪毁了，我会被其他人发现。是他？不要跑！蓝恒，怎么了？你受伤了？小蝶不见了，我正在追坏人。我刚刚在图书馆的时候看到个人，很像慕容蝶，要不我们去找他吧？我们还是分头找吧。 阿洛，我需要你帮忙。我先去刘玉家。你失去了蝙蝠的踪影，我跟刘毅也没有找到人，这该怎么办呢？哎，郎河，你真的看得见灵童吗？因为分子加速器坏掉了。 所以自动隐身的保护设定解开了。你真是狐族公主，郎河，你可能是开车时间太长，导致视力变得不好。我觉得你这些乱七八糟的话说出来，连我学妹都不相信。你还想骗她？是，我是，怕了吧，地球人。 他一定会被吓到，他会对我说：“真的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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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真的吗？告诉我这不是真的！真的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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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真的吗？告诉我这不是真的！”我告诉你，没错，我是真的。接着他会对我说。 我求求你，赐给我神力吧！我的公主，我求求你赐给我神力，带我离开地球吧！神经病啊，笑什么呢？你怎么一点儿都不惊讶？你经常跟慕容蝶在一起，不会你也是女人？哎，啊，他是自己人，我可以直接告诉你，慕容蝶他是我族人。上次和他一起找星璇的时候，我就意外的察觉到了。 何时才告诉我，我也是胡星人呀？还有啊，你跟慕容蝶，你们两家是世交。我也是狐族的人。太好了，终于又有个狐族的人了。哎，帮手！你怎么没有？我们族人。 跟人类经过千万年的通婚，血缘被稀释之后，已经不是所有族人都有狐狸毛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在这儿？当然不会在这里。那就是在这儿。没有尾巴。还有，小蝶说我是希望之子。希望之子。我爹也说我是希望之子。希望之子是啥？ 希望之子就是地球上胡星人的精神领袖，所以你们之前一直都在努力找星璇。公主对于狼族的势力知道多少？我知道狼将军被解除了封印，但是他的灵力还没有完全恢复。对，之前我和小蝶发现我们学校的狗都不见了，还有马逸璇上次受的伤。 也有狼族的气息。狼族最近越来越嚣张。如果狼将军的灵力完全恢复了，那他就会大开杀戒。所以，我们必须马上找到慕容蝶，然后尽快搜集到所有的星璇。好，你们俩去，我睡觉。刘毅。 等等，要不是我掩护你，你早就被蓝河给抓了。温吞的人没资格管我。不是什么事情都能用武力解决。你知道林童一靠近星璇，星璇就会发光吗？你不知道，还一再对他下手，就不怕坏了将军的好事？能让星璇发光又如何？简单来说，林童就是最好的星璇探测器。 之前不管费了多大的心思，都徒劳无功。这一次能找到星璇，都是因为灵童让它发光才能发现。所以呢？所以要我把星璇拱手让人吗？所以我以逸待劳，利用灵童，帮我们搜集好所有的星璇，再一举夺回。你就别再打草惊蛇，快把慕容蝶给放了。关我屁事！等一下，那会是谁抓走慕容蝶？我不需要跟你解释。 到底是谁？你说来这种地方真的能找到慕容蝶吗？那不也得找吗？好，知道了。慕容蝶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刘毅。 你这个家伙偷偷摸摸的翘课，是不是干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？我是有事情要处理。什么事？找慕容蝶。你这只猪！你干嘛告诉他？你怎么了？抽筋。找慕容蝶这件事应该是蓝河做的，不是我男朋友该做的。但我和蓝河是好兄弟嘛，好兄弟有难肯定要帮的呀。你们男生都是这个样子，朋友的事永远比女朋友重要。不是这样的，我陪你去找，你不许带他去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件事情太危险了，我还是不想带你去。哼哼，看到我男朋友关心别的女人，这比较危险。放开这只猪，你不许带他去。你以为我想带他去啊？你跟谁说话？我在自言自语，对着空气说话，这种习惯我已经养了7、8年了。啊，好，我带你去。蝙蝠就在森林里，你带它去不方便。哎呀，我知道不方便。你哪里不方便？我想方便。好了，不然这样吧，我们先去慕容蝶家找找看怎么样？说不定是他跟蓝河吵架了，所以想搞失踪。嗯。 你可以顺便方便，走吧。好，就去慕容蝶家。慕容蝶是失踪了，你去他家干嘛？你不想去啊？哎，你确定慕容被带来这里？攻击我的人逃往这个方向，小蝶一定在这附近。那我们还等什么？好，走。 有钱人家就是这么奢靡。这么多书啊，难怪是个学霸。哎，不过慕容蝶是个女孩子，怎么连化妆品都没看到？真是奇怪。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？你说啥？嗯，说你漂亮。这是什么？哎，不要乱动人家东西。还看人家书，不动就不动。我去看那边。 不是跟你说不要乱看吗？要是看到不该看的东西怎么办啊？这里，能有什么不该看的东西？刘哥，你想看我穿哪件哦？这件。 还是要这件啊？啊，这件也不错，我都喜欢。都喜欢啊？或者是都不穿呢？不穿更好啊！不准看！慕容蝶呢？ 不要乱看人家内衣裤了。哎，你看那本书。放下。你看，出现幻觉了吧？ 是不是最近没睡好啊？嗯，有可能吧。嗯哼，雪，你说，以你们女人的角度来说，线索会藏在哪儿呢？应该会在日记吧。不过偷看人家日记挺不道德的，日记应该会在桌。日记哈哈，偷看人家日记确实不太道德。我觉得我们就不要看日记了。哦，这里也没什么线索可找，我们还是出去吧。嗯，好吧。博士，你在做什么？不要乱动，冷静一点。我只是要检查你的染色体是不是和别人不一样。我的染色体当然跟你不一样，你是 XY， 我是 XX， 因为你是男性，我是女性。 我说的不是人类的基因，是狐族和狼族。你肯定是其中一个。博士，你恐怕要失望了。我没有办法满足你任何对于古文明还有外星的幻想。我不是幻想。你居然拥有狐族和狼族的古文典籍，而且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他们的恩怨说清楚。那只是凑巧的。 凑巧，你对古碑文的理解也比我深，我还以为那只是远古时期某个族群的碑文，没想到那根本不是地球上的东西，真是历史性的大发现。博士对于外星人的事物极度疯狂，我得想办法逃走，免得让狐族的事情被发现。 要是引起关注，那就完了。根据我对外星人及古文明的研究，你不可能懂这么多，你肯定和他们有关。随便你怎么想。说，星璇是不是你拿走的？不是。 那你是狼族，还是狐族？都不是。告诉我，我身边还有哪些人也是异类？好让我可以研究研究。你自己就是一个异类，跟你比起来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。还有提醒你，你这么做是犯法的。赶快放了我！慕容蝶啊，慕容蝶，我是个科学家。 科学家的天职就是要做研究，那也不能犯法啊。况且我知道的，网络上都查得到。你以为我相信？你那些所有狐族和狼族的古文籍，都是在网络上买的？不要动！不要动！ 等你的染色体报告出来之后，我就知道答案了。教授，需要帮忙吗？没事。对了，林卓，星璇密室以后只有我可以进出，任何人都不能进去。请问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事，里面有我的研究。哦，是什么样的研究？等我发表论文你就知道了。教授，你手上那个……没什么，吃了吗？还没。来，这给你。我出去一下，待会回来。 你在里面吗？蓝河，蓝河，蓝河，是不是你？慕容，你在礼堂吗？当初真不应该为了避免新学仪式，建议博士把密室改造得这么厚实。这下完了。慕容。 你那边找的怎么样？没有发现他。那你们该不会是去约会了吧？没有啦。我没记错的话，我爸好像认识公安局长，要不然我请他帮忙找慕容蝶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谢谢，拜托了。那我们再去找找。要是被博士验出异状。 那就糟糕了。今天是15，这样的话，蓝河说不定会注意到。告诉我，最后我是不是会在他们的故事里被遗忘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一定会记得你。你在安慰我。哦，那你告诉我，为什么马逸轩喜欢刘毅那个小王八蛋，不喜欢我？ 我的条腿到底哪里比他差？哎呀，你不要这样子，感情是没有理由的。清醒一点！我。